谁私底下与剧中反差最大？我每次只要准备演他的时候，我就是很抗拒，但是真正要演的时候，就还是好开心，好开心。我们同剧的演员当中爆料一下，对，有没有做过什么让你很惊讶、很惊人？私底下观察他，哈，他怎么会这样？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喽！欢迎来到 The Oscar Show。我是傅子淳。Hello， 大家好，我是 Coco 冠军。Hello， 大家好，我是谢金颖。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nley 许仁杰。欢迎四位，首先要恭喜啊，我们收视率再创新高。全国观众一起参与我们爱的荣耀。那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很不容易邀请到就是两对夫妻。对啊，我们差好久，差了79天这个数字有点难单嘞，这个吉祥的数字，蛮吉祥的，所以难得两对夫妻凑齐啊。对，为什么要凑这两对 CP 档？就是因为他们两个话题度太高。开播到现在，哇，那个网络网友骂我翻天，敲完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对，怎么会吵翻天呢？对，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我相信大家也看到很多网友的那个建议嘛，对不对？好听的叫建议啦，不好听的叫意见，叫意见，对啊，不好听的就叫意见。会闲货才是买货人，没错，对。但是你们在剧中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夫妻啊？哎呦，谁先来？谁先来？这个很像没有跟观众讲过的。哦，是啊，对啊。我觉得我们算是很恶心的，讲话都很恶心的夫妻啊。每天这边女王陛下，女王陛下的，这是假面 SM 夫妻，对，肉麻肉麻，这很奇怪，肉麻，这感觉他有公主病了没有？公主请下车。我连在家里面拿东西给他吃，我都要这样子。跪着。赶快吃早餐吧！而且他前几天才穿那个围兜兜，有没有？对啊，煮饭给他吃。你都有一个画面，就是他是不是里面都没穿，然后就跪在那边这样。里面没有穿，另外加钱，不好意思。订阅要付费，对。我觉得那个台词，哇，天哪，好难讲出口哦，真的哦，太肉麻了。是我的比较肉麻了，你的比较肉麻，我的比较肉麻。啊，听的人也很肉麻吗？他都想吐啦。对，没有，我也常常会讲，我偶尔也是讲。我老公怎么越来越帅，看都看不腻。只有那一次而已啦，就只有那一次，很温馨吗？对，他都说不出来了。所以对到戏，如果讲到这种很肉麻的时候，会很容易 NG 吗？会噗嗤笑出来？是还好啦，是还好啦。没有不能 NG， 因为 NG 又要再讲一次，NG 太尬了，那个耳朵就整个胀红，赶快过去。肉麻一次就好了。对，肉麻。因为他们就是，其实他们的互动也就是很爱的啦。对呀，对，所以这个肉麻感其实对他们来讲也蛮自然的。哎，但是不得不说，我真的看过很多网友留言，就是说喜欢看你们两个这一对 CP。嗯，对，观众也是疗愈啊。对呀，那你们这一对是疗愈吗？我们这边哦，我觉得只疗伤，疗伤。他们也是另一种疗愈，我觉得也是另一种疗愈。对，就是你来抓我啊，你来抓我啊，你最好。你买照，你买照，你买过来，你买过来。其实我们算是哪一种模范夫妻？那个魔是疯魔的魔，对。然后那个犯是犯罪的犯。没错，没错。一个疯一个魔，他们那对 CP 在民视大楼拍摄的时候，不念挨了六部，一楼到十二楼，都听得到。期间他们尖叫声，我们坐在办公室打字的时候，有给他起名。那个清洁阿姨收了这出来，不是又要邀请我？那给我，真的，谢谢经理，那给我，超会叫。来讲一下，都是因为你啊，都是因为我啊，对，太疯魔了。应该说我们这一对就是属于就是相爱。从相爱开始，然后到相杀，对，是你逼我的，对我逼他的，因为本来一开始就是，我觉得他从头到尾就爱的就只有自己，就这个角色他从头到尾只有爱他自己，所以他就觉得所有的人都是要来成就他，然后别人对他的爱跟好他都没看见，他都只看见好像别人的更好，然后别人更好都会是这样子，然后只看见我的弱金症，你每次呛我都在呛，那是你弱金症，哎，那是编剧写的，我们真的看到这个都想要弯腰，想说怎么又要写这个，因为其实就是他哪里痛我就打哪里，就这种概念，了解彼此的人都知道哪里痛你就往哪里攻就对了，对，我最深爱的伤我就是最深，对啊，就是这种感觉，好，对不起啊，不要太可怕了。
麦克风拿过来，麦克风拿过来，麦克风来。我们就是属于这样的一对可怕的夫妻。幸好要反驳一下，没有，我觉得真的是因为他，然后本来我其实心里面还是在乎萱萱他前面那段我跟他美好的那个记忆，嗯，但是好像越来越远了，换了一张脸回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可是你们前面有美好吗？有啦，还是他跟很少，很少啦，短暂短暂。跟萱萱爱他，应该是说我也没有那么的顾到他的感受，所以你这叫活该呀，对。我做对白，做对白了哈。对啊，我一路给他路配。他喜欢博文啊。就对，然后变了一脸回来之后，他想要真心待我，但我已经来不及了。对，我已经对他已经不是当脸之后才变成他的菜。啊！你把周雨龙放在哪里啊？你突破盲场，角色问题，角色不一样，太不一样，这跟角色有关系。没有啊，好像有那时候一开始有问说，就是如果你真的爱的那个人，他突然间去变了一张脸怀，你还会不会爱他？就算即便他是同一个人，你还会不会爱他？就这个问题，好像我们以前就有讨论过。其实很难说，其实真的是关灯之后就可以找回熟悉感。哎，不一定，可能就胖瘦还是不一样，对，不一样，这样吧。就是你看着这个人的脸，你是到底爱他的灵魂，还是爱他的外表？你其实搞不清楚。所以就是说，很多人结婚的时候长这样，过了20年后不一定长这样，就那是真爱了，那就是真爱，真爱，那就真爱。所以他这两组 CP 多重要，有会让观众看得牙痒痒的那种 CP， 然后有很爱很爱。对啊，但是不得不说，不管是正派反派，其实他们都是很忠于这个角色啦，所以呈现出来就是要给观众最好看的爱的荣耀。那今天呢，其实我们呢难得这两对 CP 组合到齐，我们想来玩一个大考验。好，我们来上下板子。好哦，接下来爱的荣耀真心话大考验，我们来问一下第一题，请问认为谁在剧中是本位演出？哎呦，就我们四个里面，本位演出，这个也太难了吧？太难了，有没有可能全部人都写，三个人都写同一个人？哎，许文杰写，一定要写个答案吗？当然啊，我应该写谁？佩华姐。怎么？佩华姐，佩华姐，佩华姐，本位演出啊！我们数到三，一起翻板子哦。好，一二三，请看。哎，子淳写仁杰，仁杰，然后婉君写子淳。哦。我写没有，就没有人是本色演出。我们没有人，我本来想要写吴啊，因为是真的没有人，真的没有人是本色，没有人是硬要写的话。那你为什么写爱家？我觉得有一点，他是跟爱家很像的。就是我觉得脑袋的部分啊，脑袋好的部分，我讲脑袋好像是扁，对不对？没有，等一下，就是解释一下，他是说小脑，他常常会跌倒，对不对？我是要讲爱家，就是跟婉君，他我觉得是聪明才智的部分是蛮像的。你确定爱家有聪明吗？大家都被安迪耍了团团转。我觉得至少爱家算是他就是个水鬼道人啊，是，对啊。就这个头脑是，但是他的聪明才智，有了你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事，就选了一个对了，选了一个对老公，对。这一点是有，只有这一点而已，只有这一点。聪明才智的部分用在对的地方，对对对，一路就对了。好。那爱家呢？为什么觉得子淳？对的，我讲那些甜言蜜语，然后就突然间是一个爱家奴妻奴。我觉得这个子淳哥本人的那个奴性很重，奴性很重，很爱啊，很爱，他是 M， 很细心的那个部分，很像。我是奴性很重的部分，比较体贴这样子。对对对，比较体贴的那一个部分。对，请用，请用。对，比较喜欢一些辣子。那是 M 不一样，就懂 M。笑怪怪的这么自然，然后一下拿到爱家的包包上，他就会突然一个鬼上身，然后就变成一个。哦。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跟瑞德有一点点相像。哦。那子淳刚刚动作都很。很自然，对，很顺，在家常常练习啦，在家里没事都是。老婆请吃早餐。对不起，我错了。有像吧？藏在悔心内有没有？对不起，我错了。那你离开的时候要向自己道歉。是是是，当然这才有礼貌啊。是是是，难道还要鞠躬？对啊，一定要的。仁杰的部分，对对，为什么是仁杰？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本色演出，因为我们其实可能某一个部分，我们是可以说是就是每个人都有设计自己的角色，所以跟本人的个性是完全不一样。对，那如果硬要讲的话，我只能随便写个替。他说你是随便的，我说随便写个人，对对对。没有，这是剔除法，就是他最不像，他最不像。那我总不能写我自己也不像，那就找个替死鬼好了。我就是那个替死鬼。他跟信宏最像的部分就是很呛的部分，其实
天兵的部分。天兵的部分，任姐没有很天兵啊。他一直讲宣宣，该洗脸洗骂了，就该洗脸洗骂。也是啦，对不对？这样子嘴快嘴快嘴快。好，第二题，请问谁私底下与剧中反差最大？就说他的剧中角色是这样，可是他私底下其实差距很大。都写好了吗？好难哦。好，写好了吗？请翻版。子淳有两票哎，哦，还有 Coco， 还有自己，来先问一下自己的，来来自己自己，这种完全不是我啊！我每次只要准备演他的时候，我就是很抗拒，就是要准备进去的时候很抗拒，说不要这样，他不要这样。但是真正要演的时候，就还是好开心，好开心。对啊，我可是真的笑掉了。所以你也蛮像的。是，他就是个疯子，没有，就是反正我就觉得他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根本不是我这样。那因为我也看到你有时候在 IG 啊、限动会、脸书也会分享，发表一些心情啊，怎么去调试评论啊，就笑笑，蛮好笑的。真的，我最近还看到一个，就是除了叫我滚楼梯的那个之外，然后后面还有那个就是领便当的那个，他就说什么我说我掉在那个，就是有看到我们掉那个悬崖嘛，然后就讲说什么他这么大只，应该是要掉下去才对，就类似这种，就是反正很多很多，就是他这么大只就应该要掉下去，这样子大家才解气。这次终于来真的，就类似讲这种话，然后我就会想说，哦，哇，原来大家都压力这么大，就会。没关系，我告诉你，说不定没有这么对啊，说不定称心如意。对，那仁杰、子淳跟那个瑞德，他就是还是算稳重嘛。哦，啊，聪明嘛，轻飘，对啊，轻飘，不是不是，思想轻浮，对对对，因为他说你随便，所以他就是你就随便，对对对，现在有点是一个暴怒的感觉，没有，因为他洗我就要洗回去。虽然呢，我是拍巴黎是这几年我才认识子淳，但是因为都有听大家常讲说子淳以前都还蛮正经，蛮对，蛮安静，然后在工作上面就是很认真这样。但其实呢，他好像在这几年，他整个好像就是坏掉了，打开了那个心门已经打开了。会不会是确诊过后变成这样，坏掉了？吃到别种药。他其实是非常幽默的，包包女王的那种。因为我们这样就想探班的时候，发现子淳在五四三二之前跟五四三二之后不一样吧？对啊，对啊，谁会在五四三二之后是一个人啊？吓死了！因为在现场就会讲一些有颜色的笑，当然蛮可爱的，但还不是最厉害的。不是最厉害的，子淳换你反驳。因为瑞德是一个，他的人设就是一开始佩慧姐跟我说，你这个角色就是要帅，就是帅就对了。是。那我本身是一个很不帅，我是一个很轻浮的人。对，自暴自弃。我就是一个很轻浮的人。自暴自弃。所以说呢，你看我就是要一直要努力演出帅的感觉。哦，辛苦你了。对的，其实我本人很不帅啊。有啦，是很帅，真的。我是喜欢很轻佻的感觉，所以他喜欢轻佻。所以我瑞德都是演出来的。哦，可能阿彩还比较像我一点点。阿彩，我变成阿彩的时候，对，西瓜头的时候。Coco 嘞，你怎么觉得自己反差最大？其实是那个跟刚刚子淳哥有点类似，就是艾嘉是一个极度自信的人，他就是什么事情都觉得我可以，我一定行，我一定做得到。对。但我每次只要拿到这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因为我本身就不是这样子的人，我就是比较脚踏实地一点，我没有办法给自己这么就是强烈的自信心。对，所以我就觉得这点我跟何爱嘉实在是很不像。对，而且他会很想要就是照顾大家，然后拯救大家。我觉得发光圣王，圣王发光，发圣光，圣母情怀。我个人是没有啦，我个人就是走虎姑婆路线。看得出来，对。你看四位演技都很好，对，就是可以把剧里面那个角色个性也是完整的演出来的。好了，最后一题哦，最后一题，这是我们最想问的，最想问的这一题就是呢，请写出我们同剧的演员当中有没有，你可以小小爆料一下，对，有没有做过什么让你很惊讶、很惊人？私底下观察他，哈，他怎么会这样？私底下做出很惊人的事情，对，你观察他私底下，在化妆间读本的时候就不小心边读边挖鼻孔啊，然后把。哎，没有东西粘在剧本上啊？是谁呀？啊，怪癖呀！怪癖，怪癖！进棚之前一定要干嘛？啊，我想起来了啦，英文字母是 B。哦，差好多，好，差很多，好了哈，好，请翻版。噔噔噔噔噔，我们有三个人写一样的人。好想听哦。
我们先从 Coco 开始。好好好。为什么他要写我怎么了？纯的啦，纯的。都是纯的。都是纯的。这也是做纯的。纯的，纯的。他虽然看起来很 man， 然后因为本身我们就说他像一个武术指导一样，像我那个在化妆间发现他很有耐心的在帮自己做脸部按摩这件事情，哦，好漂亮，就是，我不是还漂亮，因为我双下巴，我要是把那个淋巴结推掉，他就是很有耐心，他非常有耐心，他非常有耐心，讲究然后每一个细节，哎，这种都不知道，对不对？因为现在讲，我们没有钱做音波，就只能靠双手按，他是用手哦。你可以示范一下吗？就是那对，他都用这样，贫穷版的音波，还有舌头，舌头要看我教他的，哦，哎，很疯狂，一直这样，没有，那画面会变迷音哎，这样怪怪的，他舌头，对，他会舌头可以这样子。我是看网络，网络上有教人家怎么瘦这边双下巴，所以只纯的双手是探头，他可以开跟大家讲音波探头，探头自己探，好厉害哦！舌头顶那旁边可以消法令纹，对，穴道，舌头想要舔鼻头可以瘦这里，对，什么什么舌尖，让这边那个让那个肌肉，你这样以后粉丝那个紫纯的粉丝在看，哎，你不好意思，你可以帮我瘦下巴。大家收工呢？你可以开课，你可以开课。整个休息室的人会不会都在这边这样排队？这样好奇怪。但我觉得他很有耐心哦，很有耐心。我可能有时候按自己，有可能按年后就啊，好了，可以差不多了。对，真的。他一直漂亮，对对可以啦。这个也是因为你们没有，你们没有双下巴的困扰啊。这是敬业演员敬业的一部分啊。上镜要好看，很棒。来 ，Orange。哎，我要讲什么？整个被带走。我要讲说，我觉得他每天都几乎穿一样的，这件事情当然看外面的人都笑疯了，就是说来录影之前，哎，经纪人都在点头，哎，对他每天都穿一样的，我不需要讲这件事情，我真的是纳闷的非常的久。从我刚开始来这个民视拍摄的时候，我看他的衣服几乎都穿一样。有一次我穿了一件苦力的衣服，因为很显眼，他说你已经穿了一个多礼拜，你还在穿。请问有换吗？就是我会以为他有穿来上班，就换对啊，他就觉得都换戏服了，其实也都没有。我会帮他找借口，就是他就是有七件，对对，同样颜色，他同样就跟瑞德一样，那个衣服打开里面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 ，Make and Break 的概念，对对对。他有时候会换成迷彩，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好像就这个礼拜就是这个颜色这样子，他就换了迷彩。对，经纪人要小声一点。对，你看经纪人刚刚点头如捣蒜，如捣蒜，对对对对。这件事情大家都不知道，就是他跟瑞德其实是差不多，就瑞德穿的，瑞德都穿一样黑色啊。他的私服也永远都只有那三套，那瑞德就是黑白灰嘛，对不对？然后他就差不多，他的私服就是迷彩跟费兰裤子，对对对，跟苦力，很节省，那就那几套。那我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子纯，你的 underwear 会换吗？当然会啊，哦，当然会换啊，但是一样是黑白灰。我看一下，有红色，对，穿爆是彩色的，今天是蕾丝的，对对对。没有了，其实我喜欢穿那个圣旨道，有没有？黄色龙内裤，对，龙年了嘛？对对对，龙内裤。那我要讲那个子纯，他有一个特殊技能，你那是画什么啊？我知道，是长颈鹿吗？还是鸡皮疙瘩？对，什么东西？他可以自由控制他的鸡皮疙瘩，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对。来，特写，因为他是猴子，特写，他有特殊能力，比如刚那个，有了，什么叫起来了？因为他压很久了，刚压很久，所以怎么可以这样？他就是这是他特殊技能，对啊，所以就是你想要哪里翘起来，他就会翘起来，哎，这样吗？凸起来，像听起来的话，感觉我可以收门票钱，可以表演的，哪边翘就哪边翘的话，对不对？对，其实是因为我以前有练过。气功，然后，但我每次跟别人解释，他就觉得我在胡乱，但是是真。我们现在也觉得，但是我还是要解释啊，我只有气功，对不起，对不起。你觉得我是胡乱，那就是胡乱。好，那我们要相信子纯是真的练过气功。为什么是右乳？我觉得他很可爱，因为他很喜欢自言自语，他自言自语很大声，因为他，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摄影棚休息室，然后他可能在旁边，今晚我等一下我要来大便，对，大完便之后，然后我要去刷牙，然后我在示范吗？这个内容对，那我就说，内容可以吗？跟我说话吗？我说没有，我在自言自语。那你为什么这么大声？我习惯就这么大声。对，我现在是拉肚子，然后我拉完肚子之后，我要补妆。拉肚子，不要自己这样。哦，他蛮常讲拉肚子这件事情。就是他会自己告诉自己啦，对对对，他自我，他的 always 都会讲出来。我跟你讲，其实他旁边有一个人，我们都看不到，他自我。对。
哦，原来是这样，我都误会了。对，他是有人跟在他旁边。哦。女主角、哦、有可能有灵异体质，哎、欸，这不错，我们下次看到他来问他一下。对对对对对，问他到底在跟谁？跟谁说话？对。哎，今天真的很开心，哎，就是感谢四位，对啊，分享那么多我们在镜头上看不到的故事。嗯，最主要还是要答谢全国观众，让大家看到这个我们演戏这个镜头背后不为人知的一面。好，我要请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爱的荣耀》。